Hello， 大家好，我是冠宇，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金州勇士队的年轻核心到底可不可以期待。那貌似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金州勇士队之所以目前是联盟中如此备受关注的球队，除了是当家球星人气很高，除了是一支总冠军球队，除了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球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目前是一支正在努力让双时间轴并行的球队。而第二条时间轴当中，他们一共用了三年选秀，选进了像是 Jordan Poole、James Wiseman、Jonathan Kuminga 和 Moses Moody 的年轻核心。当然这当中 Jordan Poole 目前来说比较有机会达成全明星的就他一个，因此勇士队给他送上一份4年 1.28 亿的合约。虽然11月份的表现并不是很稳定，但这也不妨碍看出他相比过去所有的进步。但除了 Jordan Poole 以外，其他年轻核心的未来貌似还是比较模糊的。 Wiseman 被下放至发展联盟，根据 Steve Kerr 的说法是至少会待10天啦，换言之应该近几天都会看到消息，看看是不是会重新回到球队阵容中。而 Jonathan Kuminga 大家所期待的跃进，职业生涯第二年目前也打得非常辛苦， Moses Moody 确实有展现出不少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于截止目前才打了不到300分钟，所以是很难去评估他现在的发展方面到底实质上有进步多少。当然考虑勇士队作为一支竞争总冠军的球队，能在选秀大会选到这些天赋，球团操作方面是非常值得尊敬。据勇士队的第二条时间轴，这些年轻核心是非常有天赋，但说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表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说法，也正是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因此有不少球迷其实会支持球团将年轻核心交易走，进而增强球队战力去拼总冠军。但就我自己的看法，其实还没有到决定需不需要交易的时间点，因为别忘了上个赛季勇士队在争夺总冠军的旅程中，球队阵容同样也是这一班年轻核心。勇士队截止打高卢的战绩共计11胜11败，要说打得好吗，胜率也仅仅是刚好5成，以这支球队上个赛季所达到的，本季所拥有的，确实有些许的令人失望。而假如勇士队现在就要增强争冠能力，那么以 James Wiseman 他们这些年轻核心作为主要交易筹码去换来像是 Miles Turner、 Jakob Poeltl 这种战力，显然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做法。那必须考虑两点，第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勇士队上个赛季的夺冠名单中依然是有这几名年轻核心在之中，第二点假如一不小心这几名球员交易走以后成长至预期的高度，那么勇士队肯定就亏大了，毕竟这几名年轻核心真的是相当有天赋。以上讲的两点还算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不难发现即使要交易走勇士队的年轻核心要思考的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就先从大家最关注的 James Wiseman 开始聊起，我觉得他的部分也比较多能讲的。当他被下放至发展联盟，其实就有看到不少球迷认为他的生涯就此完蛋，已经没有救了。但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下放发展联盟对他职业生涯是利大于弊的。要知道 Jordan Poole 在职业生涯前两年也曾经是被下放到发展联盟去磨练，尤其第一年征战 NBA， 他的投篮命中率仅有 33%， 三分命中率更是低于 30%， 不管是场上的阅读、走位、身侧队友的配合，完全是欠缺磨练。但前两个赛季到发展联盟去磨练的过程中，因为有了更多上场机会，而且发展联盟相比 NBA 球队其实战绩压力是少了很多，所以很多东西因此也有磨练的机会。职业生涯第三年 Jordan Poole 的表现不说明星，但至少说球队主要战力也完全不为过。所以这里必须要让球迷明白的地方在于，被下放发展联盟并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尤其像是竞争球队，当年轻球员还没有成长至可以帮助球队的阶段，与其让他们每一场都坐在板凳上，还不如让他们到更有表现机会的地方。所以下放发展联盟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养成方式，而且这也不是 James Wiseman 第一次到发展联盟去磨练，过去在复出之前他就在那里打了几场比赛找状态。那么 James Wiseman 的问题，如果只是看看数据，其实并不会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也没有多少上场时间。从他的比赛中能发现他的表现非常不稳定，信心也不是很足够，而且除了吃饼以外他并没有什么得分方式。而且有一组数据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他每36分钟就会有高达 6.4 次的犯规次数。换言之，我们可以理解为只要他每场比赛上差不多33分钟就会是满犯离场。所以讲了这么多想表达什么呢？其实就是 Wiseman 最大的问题能看出，目前阻碍着他的并不是个人技术或是天赋，甚至如果要讲他的天赋和个人技术是要比 Kevin Looney 还要更具优势的。但是 Kevin Looney 之所以能稳存于球队阵容之中，是因为他具备融入体系的球商和球场意识，来帮助一支目前要竞争总冠军的球队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角色、什么时候应该上强度，这是一支总冠军球队的内线该有的基本意识。所以综上所述，可能很多人已经放弃 James Wiseman， 不对他抱有期待。但关于 Wiseman 被下放至发展联盟，我自己是支持这个操作的，即使最终 Wiseman 养不成全明星，若是大家理想中的样子，但至少以他的身体条件、不俗的背框单打能力，他其实攻防两端是能够带来影响力的。现如今如果可以透过下方发展联盟去积累比赛经验，拿捏上强度的时机，若是防守站位意识能磨练好，
在同样的吹罚尺度下，这个与在勇士队的差别在于他会有超过25分钟的上场时间，而这些问题能解决好，是可以立即提升他在场上的价值，更别提他的成长还能让勇士队在调度上有更多的空间。毕竟目前勇士队仍就是缺乏一名能惩罚对手的大个子球员。这里也能再延伸一点，就是为什么勇士队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James Wiseman。Vincenzo, Wiseman has been amazing. Six rebounds and seven assists.接着我们来聊聊 Jonathan Kuminga。 其实 Kuminga 比起上个赛季仍旧是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之所以没有被无限放大，我想这个与勇士队的体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就想想过去来到过勇士队体系的球员几乎身价都是提升的，比如近几年例子有 GP2 Andrew Wiggins Otto Porter Jr. 等等，因此像是本季加盟的 Dante DiVincenzo 几乎可能也是来寻求提升身价的机会，至少从所签的合约上来看，我感觉是这样啦。但也只能说明勇士队体系的价值，而不是球员个人能力价值的提升。那么 Jonathan Kuminga 需要明白是他目前仅为20岁，所以他还是有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可以慢慢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从他的比赛中目前能看到他进步的地方在于空手切和防守的部分，但出现下滑的地方则是在于他的效率和外线能力。 Jonathan Kuminga 要说交易走他，我自己觉得是勇士年轻核心中机会最低或是第二低的。因为勇士队其实一直以来侧翼战力都是蛮缺乏的，直到最近几个赛季这个问题才渐渐有所缓解。而且 Jonathan Kuminga 的身体天赋完全就是勇士队在侧翼上所需要的，也就是切入时可以无视防守的终结能力。而且 Jonathan Kuminga 本季极少时间是以小前锋的定位出发，而是要去打一个与他技能包不怎么匹配的中锋位置，这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假如要因为本季的下滑就交易他的想法，我是觉得太着急了。毕竟有哪一个新秀一加入到一次争夺总冠军的球队就要他马上能做出一堆贡献的。诶，但勇士队就有这么一个新秀，那就是 Moses Moody。 在正式被选入之前，如果 Jonathan Kuminga 那一签选的是天赋，那么 Moses Moody 这一签选的就是集战力。 Moses Moody 的表现相比 Jonathan Kuminga， 他是目前更加能帮助到勇士队的战力，除了是防守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他的定点外线投射能力几乎是完全转换上 NBA 了。当然他还有不少的成长空间，但目前勇士队的年轻核心真的能打出贡献的除了 Jordan Poole 以外就是 Moses Moody 了。而年轻核心之中，假如真的要动到交易， Moses Moody 可取代也是相对最高的。所以其实不难发现，年轻核心每个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考虑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现在这个阶段勇士队有需要考虑交易的可能性吗？有，但真的有必要吗？我是觉得还好，而且我自己也不是很支持交易这个选择，毕竟这样勇士队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而假如勇士队双时间轴真的能运行出来，那么这将会是我们过去在球队操作中极少看到过的。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随着时间，这些新秀都最终会打出符合预期的表现，甚至也有可能打超出预期表现的可能性，最终摸到天花板。好的，那么关于勇士队年轻核心的表现所整理的资料就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去，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另外喜欢本期影片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我们下期再见。